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这边是 RP 线上教学的单元，那我是李查老师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个单元要教大家什么嘞？我们之前学过了音阶，好，对不对？学过了四线谱怎么样看？啊，学过了简谱前三个木吉他的音阶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今天这个单元要教大家四个非常重要的和弦，叫做无敌四和弦。好，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厉害，对不对？无敌四和弦。那为什么有这四个和弦的名称呢？因为早期呢，华语歌曲的歌词呢，没有像现在这么长啊，周杰伦啊或者其他歌手的歌词写那么长，以前歌词比较短，歌曲也比较短，因此呢，早期民歌时期的时候呢，发现呢，用四个和弦呢就可以写出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了，啊，蔡琴的歌啊，一些民歌时期的一些歌手啊，很有名的歌手哈，啊，那所以早期玩吉他的人就戏称说呢，玩吉他学那么多和弦干什么？学4个和弦就够了，哪四个和弦呢？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无敌四和弦，无敌四和弦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厉害哦。那这四个和弦呢？第一个和弦呢，我们从 C 和弦来开始教起哈。C 和弦也是所谓的天下第一大和弦哈。所以呢，大致上学吉他、学乌克丽丽或者学其他的乐器呢，第一个和弦要会的都是 C 和弦哈。C 和弦好，那这个呢，我们先看看 C 和弦怎么样来按压。好，注意我们左手的部分哦，左手的部分。这个呢，你的无名指，好，无名指，请放在第五弦的第三格上面，第五弦第三格上面。你的中指，请放在第四弦的第二格上面。中指，你的食指呢，请放在第二弦的第一格上面。第一格上面，那注意哦，C 和弦，老师要为各位说明哦，C 和弦是由三个音所组成的哈。最基础的和弦基本上都是由三个音所组成的。哪三个音呢？我们有背过音阶，对不对？好。哆咪嗦，也就是所谓一三五组成 C 和弦。换句话说，我 C 和弦压好或拨下去后呢，应该会听到一或三或五，也就是哆或咪或嗦的声音。好，那和弦的特色在吉他上面呢，我们必须要把根音弹出来，也就是这个和弦第一个音符就是它的根音，它原始的这个声音就对了哈。所以 C 和弦根音就是 C，也就是哆本身，对不对？这个音是不是哆？我们听看看哦。所以呢，C 和弦根音就是哆咪嗦的哆，哆才是它的根音。所以呢，我们从哆往下弹，试看看喽。注意哆是在第五根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第六根音我不要去弹到它，不管它是对或是错，因为根音代表最低最低的音的意思。OK，才是这个和弦原始的味道。老师一样，从上往下来拨看看，从哆开始，第五根弦的哆开始往下拨，叫做 C 和弦，天下第一大和弦。那第六根弦呢，你不要碰到它哦，所以你不要弹成这样子。通常第六根弦是我们音是不要给它出现的。好，注意哦，从哆开始拨，再拨一次。那如果你在拨的过程中发现呢，好，你的手指头声音不太干净的时候，通常是因为你的手哈不够弯曲，手有点软下去的哈。比如说，如果老师做这个动作，手按的不够直的话呢，就会变成，没有。所以每个手指头的都是立体站出来的，关节是朝前面的哈，关节是朝前，不是这样软软的，是站起来哈，站起来不是软软的，是站起来的感觉哦，站起来的感觉。所以呢，看你的关节，每个关节都是凸出去的感觉，好，每个关节都是凸出去感觉，才能把和弦压好。如果你手软软的躺下去了，就会闷到其他音符，声音就会怪怪的。所以手是站起来的，立体的一个站起来的形状，了解吗？你再试一次哦。压好后，那压位置记得要靠近琴眼，所以不要离琴眼太远，要靠近琴眼的位置才是最好的按压点。好，从哆第五个弦的哆往下弹。哪一根怪怪的？比如说，用你右手去修正左手的音符，让它站起来一点点，压在琴眼的左侧，站起来一点点，再听看看。
很漂亮的一个 C 和弦呢？好，来，这个按的过程中呢，我们一共按了哪几个音符？我们来各位的大家来说明一下。从上往下，我们数看看我们音阶哦。哆咪嗦，刚好一三五，对不对？哆咪，哦，所以 C 和弦的组成音的构造在吉他上面刚好是哆咪嗦哆咪，叫做一三五一三的结构，对不对？就是哆咪嗦 C 和弦。好，接下来呢 ，A minor 和弦 ，A M 叫 A minor 和弦，我们看一下怎么压呢？好，来左手放松一下，会酸是正常的。会长紧也是正常的哦。OK， 那第一次压和弦的同学呢，有时候压太紧，所以有时候呢会有点末梢神经会有点刺刺的，像被触电的感觉一样。好，那每个人都有一次这样的经验。这一次过后呢，休息一阵子，你再弹就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发生了，了解吗？所以老师在以前弹吉他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，哎，怎么弹一弹突然好像被电到一样，很麻。过一两个礼拜，一个多礼拜后就好了。OK， 来 A minor 和弦，中指压在第四弦的第二格。食指压在第二弦的第一格，无名指塞进去第三弦的第二格。好 ，A minor 和弦 ，A M 好 ，A minor 和弦呢，它的组成音是拉哆咪，拉也就是 A 是它的根音，所以呢，根音以下的音我才要弹，根音以前的音我不要给它出现。哪个音是拉？你发现第六根弦直接拨是不是一个拉？好，拉往下音我才要弹，所以拉以前音这个音。不要给它出现，不管它是对或是错。OK，A minor 和弦，可以吗？发现你的左手呢，这两个手是粘在一起的，所以要塞得紧紧的，不然的话，空隙一大的时候，就有音可能会有瑕疵的声音。好，塞紧紧的。好，再一次 A minor 和弦。拉哆咪，我们来数看看哦，拉，然后嘞，拉咪，拉哆咪，哎，构造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拉咪拉哆咪 ，A minor 和弦，拉咪拉哆咪，好的，第三个和弦呢，我们要学 D minor， D M D minor 这个和弦，怎么按压嘞？好，一样手指先放松一下，做一些伸展动作，让手的这个感觉归零。好，归零。食指第一弦的第一格，食指。无名指第二弦的第三格。中指第三弦的第二格。D minor 的根音是 D， 那在这个弦上面 ，D 刚好是第四根弦的 D， 空弦音的 D， 也就是 Re， 对不对？好。D minor 和弦组成音符是二四六 Re 发拉，注意哦，根音以前音不要给它出现，所以根以后音才能弹。因此呢 ，D minor 和弦比较特别，它只能弹下面四根。你会发现后面两根音都是比它再高的，比它再低的，不要比它低。好，最低的音只能出现在 D， 所以 D 是最低的音，往下弹。右手要小心控制，不能弹成这样哦。这不是 D minor， 是其他的转位或是其他的和弦。好 ，D minor 就再一次，啊，手有点痛，对不对 ？D minor 和弦的组成音二四六，我们数看看，我们拨下去后，一共拨了哪些音符出来呢 ？D、Re、Re 拉、Re、发、Re 拉、Re 发。对不对？瑞拉瑞发，好，二六二四，总和来说叫二四六，对不对？瑞发拉 ，D minor 和弦，好，放松一下，好，注意哦，手指有痕迹会痛是正常的。接下来 G7 和弦呢，比较好按压了，好，来，无名指第六弦第三格，中指第五弦第二格，食指。第一弦的第一格，那 G7 和弦呢？好 ，7 这个音呢是属七和弦，之后会 为大家做介绍。总之呢，它有四个音符，哪四个音符呢 ？G7 这个音符呢是5724，叫做首席瑞发。那一样，
根音就是 G 本身，也就是收根音，以前的音不要出现，根音 以后的音才要给它出现。哎、啊，根音刚好在第六弦，所以很放心，每一根弦都可以拨弹了哈。老师刚刚说首席瑞发五七二四，对不对 ？G7。听看看哪些音符是它的这个构造，手西瑞手西发，对不对？手西瑞手西发，手西瑞手西发，这叫 G7。 无敌四和弦出来咯，来我们来试看看，好，怎么试看看呢？我们每一个和弦拨试下来试看看，从 C 开始。那拨的时候小心哦，因为呢，不要拨到其他根音以前的音符，所以右手小心拨。我们来试看看喽 ，C 和弦，再来 ，A minor，A minor，D minor， 下面四根。用手去控制它，再来试下 G7， 发现呢，但是有时候很容易弹到其他根音以前的音，对不对？比根音低的上面的弦，对不对？怎么办呢？这时候有个有点难的技巧，我先为各位做说明，好，叫做闷音。我们左手大拇指，你看老师的位置哦，大拇指都是在琴颈比较上面的位置，不是在后面。古典吉他手可能在后面，因为他不太需要弹和弦，但是我们木吉他手呢需要在上面的位置。为什么呢？我要辅助他做一些根音的闷音的动作，比如说 C 和弦碰一下这根弦，你看一下哦，我们 C 和弦本来在压，对不对？当我不小心弹到第五根，是不是就是会产生错的声音冒出来？怎么办呢？碰一下，闷一下它。大拇指碰一下它呢，让我这个音是不见的。你们发现这个动作不好做哈。当我刷六根的时候，其实第六根是没声音的，是这个声音。当我大拇指没有闷的时候，声音会跑出来，这叫闷音。刚刚提过不要给它出现，对不对 ？C 和弦根音是第五根，所以呢碰它一下，这时候拨弦部的时候大胆刷，有一根声音是不会出来的。对，同样 A minor 和弦一样，把第六根做闷音，不要第六根，往下拨。D minor 和弦比较难做、哦、，D minor 和弦你没办法一次闷两根手，外国人大拇指比较大，他可以一次闷两根手指头，这样做这个动作。但是亚洲人或东方人比较难，所以说你想办法让他稍微闷一下，然后呢右手小心点弹，让他只弹。下面四根弦出现就好了，这时候右手小心弹哦。那 G7 需不需要闷音？完全不用，对不对？因为每根弦都可以弹的。OK， 你弹得干净了吗？老师再试最后一次，无敌四和弦，大拇指轻轻做个闷音的动作，大胆刷。非常厉害的四个和弦，无敌四和弦，加油喽！